欢迎回来台语报万书，继续是阿顺讲新闻。这礼拜要讨论的议题是新竹市长公安涉嫌诈领助理费。台北地方法院一审判公安贪污有罪，公安已经被停职了。讲到公安这个案件会逼抗的关键，就是提出检举的四个人。这四个人咧，要做伙来检举公安哦，下趟讲是真无简单。因四个人有男性嘛，有女性哦，有的是政治基层的工作者，有的是公安台湾大学资工所的校友。有的是捌甲公安伫企业做过同事的人，因为这个同事熟悉其他三个人哦，伊就负责去牵线联络大家。因是伫2022年七月份互相知影对方的，而且开始交换情报，经过几落个月完成20个秘密档案。这四个人咧为着交换情报，因是真秘密咯。因第一摆见面是半暝约伫山顶哦，拢无人的停车场哦，大家咧就徛伫轿车边啊讲话。而且我随时注意讲，当有别台车起来山顶咧，这个气氛哦，实在是紧张、紧张、紧张，刺激、刺激、刺激哦，袂输咧拍电影同款哦。另外，阁有一摆是伫个西港的桥顶，迄拢是哦，这个西港的风景头，我都录音，予大家会当讲话阁较放心哦。啊，阁有一摆是伫个高速公路的服务站，这是上重要的一摆哦。迄拢是公安的犯罪证据拢倒起来啊，足完整的。了咧，因就先把这个资料放一寡部分哦，给这个国民党、民进党、甲民众党的人。也毋过一直拢无后续的消息咯。因国家一部分的资料交予当时国民党的新竹市长候选人林京仁。也毋过林京仁的阵营无法度消化完整的资料，而且国民党内部基于一寡压力，所以后续都无消息啦。吼，这四个人是真不满哦。最后是伫2022年11月份哦，因决定向亚洲刊来投诉，甲一个纳什的随身哈迪交予亚洲刊的记者，公安涉嫌诈领助理费这个件代志哦，总算是曝光了。来看阮的整理报道。诈领助理费，涉及贪污的罪行，我要请高委员，你应该勇于面对，跟市民来讲清楚。过去林经理站出来，逼国防安涉嫌骗领助理费的代志，不过在开规场记者会了后，就向上法庭。希望选举还是回归到市政的探讨。高鸿安小姐她不是坏人，她本身也一心就是要争取为新竹市民服务的机会，所以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爱护地方的人士，包括林金玲佮伊的竞选因有主委拢向向解嘴，可能就是因为那样内部的压力，互因点起。啊，即嘛，互别消息的人，甲相关的秘密档案交予亚洲刊的记者。就是即粒内底有25个秘密档案的随身哈迪，甲高鸿安按到，别消息的人嘛，知影是谁啊？包括高鸿安读台大资工所的校友、过去的同事、甲政治工作者等四个人，因秘密交换情报地点，包括新竹有名的18尖山、南寮溪港、甲关西服务区、那中央的换车，各拢选地方尽头真歹咯，因的所在来交换关键的资料。针对一审的判决，我绝对会提出上诉。在镜头头前讲，一定会守护家己的清白。先得市长高鸿安涉嫌借钱，如果一审判决的结果出来，法院认定伊家报薪水违法的钱摕11万元，判7年4个月，马上停职。高鸿安坚持上诉，不过检方也有可能会提出上诉论告，就是要甲高鸿安涉嫌骗领助理加班费的代志定罪。原来检察官认为高鸿安加报薪水嘛，等于是加报加班费，佮第二领到了后要求助理佮差额交返去，家己摕去用，等于是骗术。不过合议庭法官认为助理确实有加班的行为，无算是申报无老实。不过考虑到薪水加报，佮因为本身灌水加报的加班费，所以二审重点恐惊会放伫咧加报。加班费是不是有算价值定的？镜新闻报道。